是1995年7月16号，这是香港无线电视台举办的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总决赛。99年，刚刚就是6月15号那个商台的演唱会《狂热分子》，到9月发完婚礼的祝福，10月7号第一场，我被我的偶像吓到。那天是我第一次在红馆开，就是我个人的第一场演唱会，我要唱一首我当天出道参加比赛的一首歌，叫做《望月》。结果那天10月7号，我想开口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人在我的右边，远远的右边，突然出来，龙再见。他就出来唱，我说，我说 Welcome to Facebook。哎，对，所以今天他在遥远的，也不是很遥远，一点点远的新加坡举行，就是我偶像张学友。我希望用我这首他在99年吓到我的那首歌，然后30年前的今天，我希望对。人长了，年长了之后，想回忆一下，纪念一下30年前的陈奕迅。找寻后雪中，偶见美丽，终于懂回笑后甜。让我举这杯，再兑现，就算这世情难了。你会否听到呼叫？为爱痴心。你会否听到呼叫？啊啊啊、你会否听到呼叫？为爱痴心到破晓，你会否听到呼叫？